安播足球快讯，我是李思莹。利物浦主场有米收。星期三凌晨，欧冠杯有好戏上演，其中 D 组的一场对决就是利物浦对阵米迪兰特，届时两队将于前者主场雁飞路球场展开分组赛的第二轮的较量。利物浦在上轮欧冠进攻效率偏低，最终凭借对方的乌龙球攞走三分，都算有啲侥幸成分。好彩今轮对手是米迪兰特，整体实力在分组里面明显脱节，相信反到雁飞路备战的红军此亦能尽显英超卫冕冠军的本色，大开杀戒。上赛季虽然利物浦夺得阔别多年的联赛冠军，但是在欧冠杯之中走得不够远，十六强阶段更被马德里体育会淘汰，球队破大巴能力仲是有所欠缺。好彩今个夏季引进了中场大师泰亚高，可以全方面提升球队实力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利物浦大将云迪克受重伤需要长头，加上艾利神碧卡可不可以出战仍是未知之数，球队防守端方面仲是要多加小心。分组赛上轮对阵亚即时，凭住沙迪奥文尼的出色发挥制造对手自摆乌龙，利物浦一球小胜取得开门红。在联赛方面来看，费明奴同迪奥高祖达的入球帮助球队2-1击退石飞联，令到利物浦迎来赛事两连胜，球队逐渐恢复状态，走出了之前2-7惨败维拉的阴霾。今日对阵分组中实力最弱的米迪兰特，利物浦坐镇主场有赢无输。阵容方面仲有中场奥斯利、张伯伦同埋后卫迪斯、米卡斯因伤唔可以上阵。另一方面，主帅帕斯基喺2019年11月上任，带领住米迪兰特成功突围欧冠杯外围赛，一路淘汰卢多格德斯、年青人同埋布拉格斯拉维亚，系球队历史上首次杀入欧冠正赛。但不幸嘅事系，米迪兰特被分到同利物浦、亚特兰大仲有亚即是同一组，球队实力系明显脱节。首轮主场0-4不敌亚特兰大。要知道亚特兰大的防守一直让人诟病，而且米迪兰特整场比赛都未能找到破门良机。其实米迪兰特是国内联赛之中都不算是一家独大，桑德哲斯基、邦比同亚晓斯都对冠军的奖杯虎视眈眈，上将对阵邦比，米迪兰特全场处于被动。如果不是邦比有一位球员染红，米迪兰特都好难找到胜算机会。最后凭安达斯大爷亚薛斯图同埋斯维亚真高各建一功扭转败局。今次远赴英格兰造访可怕的雁飞路球场，米迪兰特就希望输少当赢。阵容方面，后卫基利斯因伤倦勤。多谢收听安播足球快讯，下次再会。